怎么这么安静？这是宋大哥雪花他们，把敌人引开了。拿主意，咱们现在就去将军府。这是他们的必经之地，大家不是阵地，准备战斗！快！我改变作战计划。改变了？为什么改变啊？我感觉，小鬼子肯定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，准张开大网，等着我们往里面钻。他们调虎离山，乘虚而入，目标就只有一个。 将军府，快冲！我在这儿，快来救我！